属于比较安静的，但是也很平易近人，表面上是很有距离感的，但是接触起来会感觉很 OK。君，是来自河南郑州的。我是天蝎座的，所有能形容天蝎座的词都可以形容我。对，所以我想大家就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性格了。性格还好啊，我是摩羯座的 ，A B 型水星，所以比较两面，有时候感觉会比较冷。金牛座第一天，所以我总自称是金牛座黄金圣斗士，是 A B 型，然后。基本上性格也就非常符合金牛座跟 AB 型血，比如说性格比较火爆，比较干脆，然后又对人非常热情。这个叫咱们待会儿男嘉宾好好来发掘各位。好，现在有请第一位男嘉宾。看一下性格，咱们要仔细看一下。我的生活刚刚开始，然后我对所有能增长我见识的事情都比较喜欢音乐，比较喜欢美术，比较喜欢户外运动。